他没有眼睛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断掉，看我。我有点爱了。要公开了吗？我们。耶、yeah, ，欢迎收看抱歉的培根的频道。耶、yeah, ，好久不见啦，一段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要开始一个全新的企划，叫做陪老板请客。因为其实呢，不瞒大家说，我已经从反骨离职了，所以呢，等于我从去年开始，我有点像是处于一种单飞跟不单飞的一个很尴尬的状态。所以回想呢，在去年我其实受到不少好友的帮助，所以想要开这个企划来回馈给大家。那今天呢，我要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，我要去抽一番赏。那这间一番赏店呢，很特别。这个我最近呢，我朋友他新开一个店，所以他邀请我呢去光顾。那今天呢，我找了本本，还有华哥波波，还有大家最喜欢的娃娃。那很不幸呢，娃娃因为今天刚好感冒，所以没办法来这样子。废话不多说，因为我已经快要迟到了。好，拜拜。搞什么啊？迟到！抱歉抱歉。死乳蛇，揍你！我跟你讲，可以打我，但是拜托不要那么跳跃。送我一只公仔，我就原谅你。你就是只大公仔。哎、欸，你好，哎，你们这样新开的店很棒，对啊，这家叫冷门森林，对，叫冷门森林。对，我跟你说，这是我频道第一支拍一番赏，所以你现在想取代孙生的位置，是不是？想成为新一代的公仔超人？对啊。你讲啥？那你们这间店有什么特别可以介绍一下吗？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位置蛮棒的，是在最近很红的玉龙城附近，离捷运站很近。我们的套会比较齐全的，比较漂亮，应该不会有藏签那些问题吧？也不会被你抓到。哎、欸，本本你来了，来了，刚才有地震，超大的。我们刚才拍抖音了，我们刚去小跳了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。看到这些公仔就有点害怕，因为前阵子不是大地震，然后我家公仔全部都爆掉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就边说改以后不买公仔了。应该没有柯震东惨啊，本本最近过得好吗？有点爱了，要公开了吗？我们。哇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你看到你的亲戚了？说实话，有一点像哎、欸。这个画面很违和、欸。我就是店里的吉祥物。对，那我找你的亲戚了，失散多年妹妹安妮亚。讲个笑话给你听哦、喔，健年加加九是安妮亚嘛？嗯。啊，健年八加九。谁？安妮亚几掰？有点好笑。哎、欸，文文，这个大玉螺旋丸超酷的，很帅，嗯，帅吧？哎、欸，不是，嗯，为什么每次跟你出来的时候你都穿这一件啊？这件很帅啊，怎么？我们反骨 T 耶、欸。你上次跟我见面是不是也穿这一件衣服啊？你根本就没换过衣服吧？我这一个礼拜才穿三次而已。你知道你就是因为这样才母胎单身，没有女朋友。什么？难道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一直母胎单身三十年吗？但本本，我跟你说，从明天开始，我将会不一样。怎样不一样？那是因为我有用这款NARC集运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2024最新穿搭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就不再是死宅男培根了。感谢这款淘宝集运让我脱胎换骨，让我对衣服跟服饰有更多的了解跟选择哦。那以下有几个优点，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。相信有在用淘宝的朋友们，最担心的就是东西太大太重，而且运费很贵又不划算。好在呢，我认识到这款NARC集运，那它可以帮我把多余的包装拆除并减少重量，收到货呢，自己就不用再处理这些大型的垃圾，他会帮我把在每个店家里面买的东西呢单独拆开，然后再包装到单独一个箱子里面，不用再自己拆除这些包装的，很贴心啊，可以玩那个气泡纸哦，很舒压。喂，而且它的专线续重是以 0.1 为单位，不会有小数点就直接进位，可以帮我省下超多钱，不会再有那些零零总总的费用。而且它所有过程呢都会拍照回传，让我在等货的时候呢安心又有保障。而且看我这样这么多，加一加才2000块而已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教大家怎么使用。首先打开你的微信，找这个 QR code。记得要复制这个那个集运仓地址到淘宝站，把你的收件地址给贴上，要快速复制这个快递单号，记得是快递单号不是收件单号，到这个小程序内申报。当你所有的包裹到集运仓后呢，小程序就会提供你的商品照片，这时候就可以开始检查你那些商品呢跟你刚下单是不是一样的。那全部都到了，你就可以确认这个包裹，提交这个集运订单。在创建订单的时候呢，你还可以挑选你的物流路线，那最后呢就是它可以选择你是否要拆包，而且是可以免费的。接下来确认这种包裹重量之后呢，可以开始检查，全部都没问题呢，就可以支付运费。假设你是台湾的话，你的支付方式可以选择淘宝支付，免去再次绑定信用卡的麻烦。那我们计数的时候，后台我们还可以看这个物流进度。好，那所有东西买完下单之后呢，就可以在家准备等着收件啦。听我讲完是不是很想用？好，会，这款新的业配啊？对啊，你这双鞋好看多啊，全部都新的。你原本那双鞋有没有穿十年计数？没那么久啊，8年而已。那你所有白色东西应该都是灰色。老实讲，这样子好看太多了。原本我在你心目中几分吧？你没有在我心目中。那现在？现在有啊，好看，怎么亮多，干净多啊。你勾搭这康那天，我会穿全新的培根去你们现场。我没邀你。好嘞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抽这两个七龙珠火影忍者家族。好，那感谢本本你今天来支援我今天所有的开销，我出钱。没问题，
那假设我今天我不想要抽，就直接想要全部包套的话，那整组这个多少钱？你还是不要问好了。一万，五抽就4400。我靠，太贵了。因为我们的抽价就是依据四支的价位，那如果四支价格都很高的话，抽价一定就是会比较高。还是建议就是一抽一抽抽，就是抽到四支出来为止。我们有一个规则，你要抽赏的时候，客人都可以选。我要数钱，那如果真的没有大赏的话，我们就整套赔给你。所以绝对不会有什么长签之类的。对，我们绝对不会长签。对，那今天这集不能正股了，马上直接开抽，耶、yeah!！华赫先抽来，今天要把蒲带回家。他光蒲就有四种造型哎，五种，其他是小厉害，他有四颗头可以替换，对，他小小细节都做得非常精致。他本身也是个小 GK， 有点很精致。谢谢，这只是我们的招财的妖蛙种。有客人会戴在头上绕一绕，绕一下，绕一下。究竟啊，究竟居赏，居赏是我们官方一般赏小赏，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想要拿这种小东西回家的话，我们就是可以兑换点数50点。对，那50点的话，你可以换店内的商品，50点可以折50块的意思吗？对，那我可以换5瓶麦香奶茶吗？也可以。居赏 H， 居赏，居赏 G， 我觉得我们要摇一下，这大奖都在底下，来摇一下，飘摇。对对对对对，怎么地上什么有一张？有点悬，把它摇出来。真的吗？我们看是不是 A 赏很悬哦。来来来，如果打 A 赏怎么办？居赏又有50块。如果 G， 那等一下，我会不会一抽就是 A？ 因为我 A。哦哦，早知道带白痴公主来。哎，摇一下，摇一下，准备好了吗？哎，我没看啊。哎哎，抽啊！抽啊！抽啊！我靠！太扯了吧！这就是 A 的力量吗？欧洲本，欧洲 A 本，不是非洲。问一下，他们到目前为止都是 G， 那这些点数可以干嘛？点数可以换成我们店里的商品，盲盒系列啊，野兽国的公仔系列。换成你可以吗？那你要问老板，你只能换成我，你别给我乱来，我跟你讲。不要那么花心好不好？但我个人觉得，其实我没有 A 那么小。来，华客检查。讨厌啊！真香！哎呀，怎么办？我有点紧张。不会，赔本生意在这边没什么。真的会赔本的、喔。对，真的会赔本。真的会赔本哦、喔。来，本宝抽的是火影。我要速抽，我要速抽。G 啊 ，D， 哇、哦，不错哦、喔，成绩比你好哦、喔。可以、H 啦 ，G，H。G，G F， 你开心一点好不好？你现在讨债的，做点效果啊，本本。怎么？又是 G， 不然换你帮我抽一次。换我吗？没错。公仔，看错了 ，H 了。我觉得你一定是没在上面转圈的关系。我转你来了。还是我们一起转？你要再来转，转，对。有什么可以握女生的手？那一起握来，转。完全没用，你抽一个看看啦。切啦，嘿切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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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算。哇哇哇！我抽到了！耶、yeah, 欸！真的？哇塞！娃娃今天没有来，对不对？我打算帮他抽一支。欸娃娃，感冒好点没？还不错、啊，就像近藤光哎。我们现在再抽一番赏，那为了奖励你，我今天来帮你代抽。好。那你喜欢什么角色？有没有无聊？刚被抽完。那还有喜欢什么角色？2.5条。有，我们刚好有一只地震摔到剩下一半的2.5条。那我就帮你抽2.5条。好。那我就帮你抽到，明天送去你家。我祝你早日康复哦。好。明天见，拜拜。好，终于轮到我，我要来帮娃娃抽他最爱的2.5条物。决定五抽之内帮娃娃抽2.5条物，如果没有的话。就给我亲一下。好。那如果我三抽抽到，给本本亲一下。一抽抽到才给本本亲。可以吗，本本？不行，我心如止水。本本就是恋爱了。对。讨厌。我掉粉了，哎呀。放轻松了，说不定随便一抽抽到。我抽到 A 赏了，可是它被我撕坏了。抽这个压力超大，因为一抽都是钱。没有，我现在压力更大。你为什么是撕坏呀？居赏，这个什么东西？真的不简单哎！给我亲一下喽！打这3次机会，好可怕！这比跟馆长全场还紧张哎！是 H， 好可怕！有压力，来拜托帮我，让我神抽神抽！我抽到了 ！B 赏，B 不错哎！真的吗？完蛋，这最后一次机会，3、2、1。
到华科的奖励。来来来，执行我们的奖励环节，来个泰山压顶青怎么样？讲对啊！讲到讲。耶、yeah, ！感谢熊熊森林，我们今天又抽到了我们非常喜欢的公仔，耶、yeah ！真的超精致的，我觉得这是最帅哎、啊，这个超可爱哦，真的。那各位喜欢熊熊森林的，他们今天店呢有非常多他们各式各样的公仔，而且又多公仔这种，他们店还可以抽得到。地址在这边，各位喜欢的欢迎来这边。假设你今天朋友想来抽，但是他不客气来的，他们店还有提供线上帮人抽奖的服务哦。水水。我很久没有来公仔店，这边让我觉得东西感觉真的很不一样。那粉粉跟夸克波波的 IG 社群记得追踪起来，拜拜，拜拜。哎、欸，娃娃，大一要给你的公仔2.5条路。对，2.5在哪？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准备很久了。直接眼睛闭上，对，好来，转过来，好，博士3、2、1，来。看波斯牛大，等一下。哎，挺帅的嘞，看人家飞机飞，啊没有下半身哦、喔，下半身，啊上边1.25条纹，哎很屌哎，好刺哦、喔，那有点扎手，有点、好痛啊。你是第一次玩公仔吗？对啊，哆啦 A 梦，哎他没有眼睛哎、欸，哎断掉，看我，是没有眼睛，坏掉了啦。看好帅哦、喔，不是他这边真的少了一根头发啦，那、啊、是我在拔的时候弄断的，一嘎嘎，以前要拆掉哎、欸。異領域展開領域展開無料空所啊，这个礼物喜欢吗？还可以啦。那你要喜欢什么？下次我再带给你。我要进阶巨人，新主色色开到。你就是只女巨人呢，洗衣版巨人。你原地变身，我看一下。嗯，要帮我加音效，不然很像糖宝宝。不会，你已经死了。好，那娃娃的 IG 联络方式记得追踪起来。好，那不打扰你，回去上班吧。拜拜。Bye.